大家好，今天用鸡蛋搭配小葱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切点葱花，碗中打入三个鸡蛋，加点食盐搅散。加入50克面粉，搅成糊状。电饼锅预热，刷上食用油，放入面糊摊平整，烙1分钟。1分钟后关火出锅，美味的小葱鸡蛋饼就做好了，吃起来营养柔软，咸香有味儿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